还有个朋友过来，你的。好戏开场了。为什么让我坐对面啊？不是，他跟你是朋友还是跟我是朋友？跟我朋友。对啊，所以说我们俩坐在一起的话，他俩肯定坐对面了。我们俩分开坐了，那他肯定坐你这边了。哦哦哦，对哦。哎，老板有牛奶吗？啊，行，能麻烦帮我热一下吗？谢谢啊。你喝啊？我喝呀。哦，外面冷不冷啊？挺冷的。哦。牛奶放这儿啊。哎，行嘞，谢谢啊，老板。这个给你喝。热的啊，对，刚才特地跟老板讲一下，说那个牛奶热一下啊，很贴心啊。没有，那个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波波，我的一个发小啊，这个是我的一个请不要大名，就是长安的置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手机没有密码，你可以看一下吗？不用，可以看。那你谈恋爱的时候也不会用密码？不会啊，也没什么隐私，对象也随便看，无所谓的。那我很好奇，你上次分手是为什么？啊，他自己的原因是吧？对，是的。哎，他当时小，有好几年了吧？是吗？当时其实也不会谈恋爱。现在就会谈恋爱了吗？不是，你们还没谈呢、啊？还没有。哇，人家看不上你。你不能你太清楚了吧？哎呀，是爱情嘛，当局者清，旁观者迷。那我就不参与你的事儿了啊！你那个车借我用一下，我就我送你东西去。我车啊，等一下回来啊。行，好嘞。那你马上过来啊。啊，过来，早点来啊。那我马上送你回去啊。你怎么那么慢呀？不是你小子搞这么浪漫的，我都没有想到啊。什么意思？行，行，那你到这儿了。皮皮虾，提着一下很开心。